大家进来的当儿，我们先来聊天，做一个互动一下，可以在这个 chat 这一边给一些热烈的反应。那么等一下我们的讲师呢，分享的会更精彩一点，毕竟掌声可能讲师听不到，那么就要多多利用这个 button 啊，可以开镜头的你们也开一下镜头，让大家见见面，因为我们也好久好久没有见了。是的，是的。好，现在我们也知道啦，最近这个 COVID 的 case、越来越高啊，5566这样子来上啊，今天又500多个 case， 哎，今天600是500多个 case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小心照顾自己的健康。现在已经是有一些地方，Kedah、沙巴，还有这个我们这个 KL 跟 Selangor 的朋友们都在经历这个不一样的 TGIF 啊。这个 Friday， 哇哦，谢谢 Victor。OK， 这个是个星期五，有点讲讲啊，又熟悉又陌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再次经历了这个CMCO 啊，所以其实感觉其实大家也是已经是习惯了的这个这些 SOP 啊，不要尽量不要堂食啊，然后不能够去哪里去哪里这样子，所以就怎么，所以我才会说，哎，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啊。那么这里相信大部分我看应该都是来自这几个实行 CMCO 的区的领袖们哦，有没有也是在这些沙巴、科达、斯兰诺、KL 的朋友们可以举个手来打个招呼？我们，哎，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度过这个所谓的14天的好不好？可以来留言给大家知道一下，哎，你们来自哪里？然后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哦？所以说 SOP 要遵守，然后这个，哎呦 ，Victor 沙巴，目前沙巴还是 OK 的，不过沙巴的朋友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啦。So SOP 我们要跟口罩啊这些一定要戴好，不过我们还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公司的这个系统，公司的这个强大，我们可以在家 anytime anywhere 拿这个手机一部电脑就可以在这里准时357。这个星期三、星期五、星期日的这个时间留守在 Zoom， 然后与大家一起见面，然后一起学习，完全没有受影响的，真的是太棒了！公司，我们真的是要掌声鼓励鼓励一下 ，OK？ So 还没有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啦，这接下来临的星期日会有怎样的一个活动 ？OK， 又来到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这个 Pass Module 2。相信大家有出席过上个星期的这个 Module 1的朋友们哦，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 Module 2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哦，都是来自一些三位非常资深的这个经历的这个讲师、这个领导领袖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课题。来，首先哦，你看哦，有 President 启宏、President 广文，还有我们的这个 Langma Three-Star Diamond Langma Penny Lee。那么呢，启宏会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如何这个思想上合格，行动上也一定要合格哦，这个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先相信后拥有嘛，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跟随这个脚步，启宏就跟大家分享咯。当然第二位讲师呢就是 Penny Lee 哈，我们就要跟随 Penny Lee 的脚步，一起探讨如何在这个 Alcon Global 寻梦，然后一起去圆梦，因为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不过大致上大家都希望是非凡的自由啦、lifestyle 啦、成功啦，这些通通 Penny Lee 都会在里面跟我们分享的。当然还有第三位，哇，这个讲师 President 广文他也是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你们也听说过嘛，所谓这个格局决定结局，所以广文呢就跟我们一起探讨如何把这个格局的大小将会决定我们成就的大小哦。所以呢，虽然公司有 autoship 有 AMP， 不过我们的课程是没有 autorun 的，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自己去负起这个责任去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哦，不然的话哦，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参与，你们要 hack 也 hack 不进这个 Zoom meeting 哦，所以赶快赶快，最后一天报名可以去点这个 link 去注册好不好？ OK， 接下来呢，星期一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个 Zoom。是在9点，哎，刚刚那个pass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嘛，然后这个 Zoom 是英文版的，就是给这些英文人啊，英文比较好的朋友们去加入这个 LRP 的，哇，现在非常的火红的 Icon Sure Win Project， 由我们的这个 Vivian Dan Two Star Diamond 跟我们分享
什么是 LRP， 然后如何可以在 LRP 这边得到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回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而且其实 Vivian 的英文也是非常的清楚，就算我们英文没有很厉害的，也是可以去支持去 join 这个 link， 去这个 Zoom 来看，这个是不需要报名的哈。OK， 接下来呢，我们重头戏来了。那时候公司在七月尾八月头左右的时候推出一个非常厉害的产品，应该是说又好玩又有趣的一个软糖型的保健品，哇，听到都开心哦。不管你有牙齿没有牙齿，都可以享用这个产品。怎么说呢？如果是有牙齿，我相信你一秒就吃完一粒产品了，就吃完这个 Gummy C 了。没有牙齿就慢慢放在嘴巴，慢慢嚼，慢慢享用的。这个产品哦，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很快就卖断货，太厉害了啦。那么接下来这个讲师呢，就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如何这个，因为我们 Gummy C 里面有 Vitamin C， 还有一个锌。那么接下来这位讲师呢，就会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这两个最主要的这个营养素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这一位讲师就是景华，他呢你看他这样子瘦瘦体弱多病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加入爱康，接触爱康这个机会，不只是把他的身健康照顾好之外呢，还把所谓的保健理念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一起受惠，而且也因为爱康的这个产品配合之下，拥有了两位非常可爱跟健康的宝宝哦。那么呢，我们就掌声，大家记得按 button， 掌声，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这位 Diamond 景华，来，掌声有请景华。谢谢美女主持人，谢谢美女主持人，大家晚上好，各位爱康的事业伙伴，大家晚上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啊 ？OK OK， 好。各位都吃饱了吗？早早早，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King Hua，来自沙劳越这一边。那今天呢，就很荣幸可以让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一个很简单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健康的 Gummy C。跟大家说一个笑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Gummy 的字眼的时候，是从我女儿口中听到啊，她告诉我帮她买一罐软糖，前面有 Gummy 字的。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哦，原来有 Gummy 这个字。那什么是 Gummy C？ 爱康公司呢推出的 Gummy C 是以营养型软糖的方式呈现。那是它是非常独特以及美味可口的营养型软糖，也含有了营养以及乐趣。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说吃 Gummy C 可以让我们照顾健康，也可以很享受。因为我们吃 Gummy C 的时候呢，就会得到里面的营养，那吃 Gummy C 的同时又可以享受乐趣，就是因为有了 Nutritious 加一个 Fun， 所以吃 Gummy C 就可以得到Fun treats， 真有趣，对吗？想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有乐趣，就请服用爱康 Gummy C。Gummy C 呢，是非一般的软糖。为什么说呢？因为为什么会是营养型软糖？那我们说起软糖呢，其实我这个人呢，是从小都不吃软糖的人，我也不喜欢吃糖果。但是呢，就算这些软糖五颜六色，颜色鲜艳又漂亮，对我不会挑起任何的兴趣，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吃软糖。我只记得我妈妈是最喜欢吃软糖的人，她呢，新年的期间一定会叫我去帮她买软糖，可是我一粒都不会吃。啊，为什么会是营养型软糖？ Gummy C 软糖啊， Gummy C 呢，以软糖方式呈现，这样的方法能够让人更容易的接受，包括了曾经不吃软糖的我，对吗？啊，我现在天天都在吃。吃营养型软糖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就像吃着糖果，
那它就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人群的需求。其实呢，有些人他面对了健康问题，但是有些人他就不能接受这种粒状的产品。真的，我曾经跟一个朋友分享，他告诉我他不能够吞产品，就是比如蓝藻初乳这一些粒状的产品他不能够吞吃，所以应该咖咪系的方式能够让这一群人受惠。所以呢，软糖式的营养型的软糖可以让这一群人更多的可以从保健食品中受惠。我们现在看一看为什么软糖这么流行，软糖如何兴起的。其实营养型软糖呢，在经济上它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那这个营养型软糖呢，它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对，超级好吃。因为软糖让许多人能够接受，人们接受软糖的程度呢也相对的比较高。那全世界对软糖的接受呢，我觉得它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单看一看估计哦，将在这个2026年的时候呢，软糖可以销售高达93亿美元，相当庞大。所以呢，我们应该感谢爱糖公司它引进这么棒的软糖 Gummy C。其实真的就比如主持人刚才说到 Gummy C 推出来的时候还没到推介里已经卖断货了，所以可见这市场需求是多么的大。对我们这个营养型软糖，服用一颗就可以让您享尽所有的好处，如何？因为当我们在服用软糖营养型软糖 Gummy C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补充到维生素 C。维生素 C 呢，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一个是我们身体不能自行制造，然后它又是我们身体的必需营养素。服用 Gummy C 又可以补充锌。吃 Gummy C 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两大营养素。这两大营养素呢，它是相辅相成，它们是一起发挥功效，使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更加好。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想要改善身体的免疫系统，那我们就必须要补充爱康的 Gummy C， 所以来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加上目前真的是免疫力是王道，但吃了 Gummy C 过后呢，我们就会得到所有应该所得到的营养。那我们得到营养的当时，又可以得到乐趣。如何说乐趣？看这一个字眼饭，我们可以轻轻松松使用，真的是不用用水来送，对吗？直接丢进去摇一摇就好了，太过方便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服用。就是因为这样方便的方法，那每一次我遇到我的顾客朋友啊，我可以请他们吃一粒 Gummy C， 这样子我的顾客朋友他们买吃了一粒过后，他们一定会跟我下单买一罐还是买一套，那个是看他们自己的意愿。通常买一罐过后会来买配套5+1、11+3，所以这肯定是我们的软糖真的是太好吃太方便了，所以爸爸妈妈会买回家给孩子吃。对对对，请他们吃一粒，真的他们试到了会购买的。还有我们可以把 Gummy C 当做所有人的零食，所以在座我们每一位大概不管大人与小孩，我们都喜欢吃零食，对吗？这样与其我们就去吃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倒不如就把 Gummy C 当做是糖果一般来吃。这样吃的当时呢，你又吃到有营养，又吃到健康，又有乐趣。所以其实我的小孩他们特别喜爱爱康 Gummy C， 每一天他们都不用我叫的，他自动会告诉你，妈咪我今天还没有吃 Gummy C。 早晨平常我是早晨上学前给他们吃，但如果那一天早晨赶一下呢，我忘记给他们，他们下午回来一定会跟我讨。就比如刚刚下午我的孩子也是告诉我，妈咪今天早上还没吃 Gummy C 的，唯一的一个产品是不用给自动讨，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 Gummy C 这么多好处，那我们要看一看小小的一颗它到底营养成分有多少。
一颗 Gummy Seed 它拥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毫克的锌。那这60毫克的维生素 C 呢，就相当等于一粒中等大小层的维生素 C。 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有许多人没有每天吃水果，也有人不喜欢吃水果，这样我们身体就会缺乏维生素 C。 那如果我们要以更快捷更方便的方式获取足够的维生素 C， 就请服用爱康的 Gummy C， 会给我们足够的维生素 C。 还有说到这一毫克的锌呢，它也相当等于100克燕麦片中的锌。那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燕麦，对吗？没有每个人喜欢吃燕麦的，这样不吃燕麦的人就缺少了锌，所以吃 Gummy C 的时候呢，也可以补充这一毫克的锌。一直说这维生素 C 和锌重要吗？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身体呢都无法自行产生，这些都是必需营养素，也无法储存在体内，加上这个维生素 C 呢就是属于水溶性的。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想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离开中学过后，那我就每天忙着读书，离开中学过后呢，大概也把一部分科学尝试还给学校老师。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当时我还不懂得保健，并不知道健康是如何。那我姐姐送我一罐其他品牌的维生素 C， 这一罐东西呢，我带着去开学放假，开学放假一个学期两个学期过去了，后来我找到这一罐产品的时候已经过期了。最重要的是我连瓶盖都没开过，看当时的我是多么的不懂保健。幸好我遇到爱康，他让我学会了保健。还有就是因为维生素 C 和锌它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摄取。像专家告诉我们，如果生气的时候，我们的维生素 C 会流失，当您很压力的时候，维生素 C 也会流失。所以哦，记得一定要保持常常开心，才可以保持年轻。如何常常保持开心？常常吃 Gummy C。 那维生素 C 呢和锌的好处是什么？维生素 C 和锌在支援人体免疫系统方面和新陈代谢功能那一边呢，都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协同作用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看一看维生素 C 呢，当身体缺少维生素 C 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容易生病，而且身体会出现问题。那新陈代谢如果异常，我们身体制造以及修复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其实维生素 C 和锌呢，在我们每个人是每天都需要的，可是我们人类往往会忽略，也忘记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和锌。这样我们其实要确保必须要确保我们的体内都拥有充足的维生素 C 和锌的水平，才可以让我们的才可以让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都受到保护。因为维生素 C 和锌在我们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从我们是 baby 到我们老年，它都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需要它的。那我们说这样子我可以吃水果对吗？我也可以吃蔬菜啊，那如果我们每天吃蔬果蔬菜应该会够啊，可是为什么还是无法从食物中获取足够的分量呢？因为我们单看这个维生素 C， 它从以前的 蔬果呢，以前的蔬果和现在的蔬果，它们的营养成分跟其实呢有相当不同了，就是差异太大了。因为在运输过程收割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C 已经有流失了，再加上如果我们的储存方式不适当，维生素 C 一样流失。你看就算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当您储存七天以后，它的营养也流失了。可能我住在小地方，我会觉得比较幸运，因为我的爸爸他每天都可以买新鲜蔬菜回来，这样子可能我说我应该可以得到足够的分量了对吧？
那为什么也不能？因为都是自家烹调，我们华人最喜欢用火候大，哦，大火炒，炒出来的蔬菜食物才会更好吃。这样的情形也是导致维生素 C 大量的流失，所以我们身体就无法从食物这里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C，对吗？大家认同吗？谁家里是不煮菜的啊？哦，还有来到这个锌的话，我们看全谷类、谷物、豆类和其他植物性的食品中的植酸盐呢，它和锌可能结合起来，并抑制锌被吸收，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身体也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锌。这样子就证明了，我们身体必须要每天去补充，一定不能单靠从食物方面摄取，因为不足够。那如果我们真的是缺乏，然后分量也不足够，身体肯定会有一些症状，是因为缺乏了这两大营养素。维生素 C 和锌，如果缺乏的话，我们来看看以下的症状。比如牙龈容易肿胀、出血、伤口愈合缓慢，这个都是缺少了这两大营养素。我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以前还没有开始服用维生素 C 的时候呢，我刷牙的时候很容易就牙龈出血了。但是自从我很规律、很自律地吃着维生素 C 的时候，那我已经没有发现这一类问题。还有的人呢，皮肤出现红色以及紫色小斑点，还有皮肤欠佳。也是缺少了这两大维生素 C 和锌。一些人面对关节疼痛、代谢不良，也有些人呢抑郁、食欲不振。抑郁就是代表那一个人容易感到悲伤，哼，也容易他的想法都很灰暗。食欲不振呢，就是说他进食的欲望降低了，哦，对什么东西都好像挑不起想吃的欲望。还有的人面对牙齿松动和脱落。再加上有些人的味觉下降，如果你也经常感到疲劳以及警觉度降低，都是因为维生素 C 和锌的不足的反应。还有的人可能出现贫血、脱发，还有眼睛的问题，又常常生病，身体发育受到影响。所以你看哦，我们缺乏了这两大营养素，结果是这样的。怎么我越看我越觉得 哦，我家人就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待会儿我和大家分享。那我们知道了维生素 C 和锌有多重要，也知道缺乏了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为什么服用维生素 C 和锌有这么多的好处？第一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哦，众所周知，维生素 C 呢是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般的保护。啊，那它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细菌的侵袭，远离细菌和病毒的入侵。就比如普通的感冒，有人可能说，那应该怎么办？维生素 C 加上了锌，就是我们的 Gummy C，它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加速身体复原的时间。其实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说，吃了 Gummy C，身体复原一定是比较快。我本身呢，上个月，5点多，当我到家的时候，那一天我突然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累。梳洗过后呢，我吃了 Alpha Hex，我吃了牛初乳，我打算休息，因为不行了，我的人。我儿子刚好看到我，他给我一粒 Gummy C，这样子我就顺口吃了它。我回到房间，当时发冷发热，我不能开风扇，也不能开空调，这样我就迷迷糊糊睡觉去了。这样到8点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醒过来，哦。自然而然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是没有任何的不适。这样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说，真的是这个 Gummy C，一粒的 Gummy C，它这么威力啊！真的，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平常那些产品都有吃着，那天只是补充了一粒 Gummy C。还有就是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孩做父母的都知道，小孩呢，普通感冒一定有。以前我想尽办法如何给他们补充维生素 C，但是呢都不行。过后因为有这个 Gummy C 过后呢，我每天给他们服用 Gummy C，这样子，因为小孩子去上学，通常如果一点小毛病，
头晕啦、啊、感冒啦、啊，老师一定交代你们，你们别来学校，对不对？嗯，然后就是因为从七月开始给孩子吃这个甘米剂，到这个十月，我呢是孩子每天都去学校上课，每天早上他们起床，他们都是精神饱满，每天回来也没有说过一句累了的话，所以甘米剂是肯定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快复原。加上现在外面又这么不外面的世界又这么不健康，那我们更要保护好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我们看一看，我那天是带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去参加这个体能活动，这个 LB 是非常激烈的，长达一个小时哦，长达一个小时。那我的两个孩子呢，7岁跟11岁，他们真的全程跟到完，当然过程是很累，可是我是想要告诉大家，身体必须要健康才能够参与这些体力活动，所以我一定要给我的孩子服用甘米西，加上蓝藻鱼初乳，一定要给他们最好的保护。服用这个甘米西还有什么好处？就是对我们自由基的保护。每一个人都害怕这个自由基，对吗？自由基也是游离基，其实呢，自由基它是无所不在，它也是我们人体的恐怖分子啊，对吗？我们每天面对电脑，面对手机长达8个小时，所以呢，自由基真的是都在破坏我们的身体。那维生素 C 呢，它就可以减低我们那个自由基对我们的器官和细胞造成的破坏。加上了这个锌，它可以支持我们的器官以及细胞的正常功能，对身体，让身体的功能呢更加好的发挥出来，所以保护我们的身体。所以记得要补充维生素 C 和锌。什么里面有足够的维生素 C 和锌呢？是不是甘米C？对对对，嗯。再来，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健康，维生素 C 呢也是相当的重要。嗯，维生素 C 本来就是含有抗氧化剂的成分，那对于眼睛微小血管的是非常有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和锌呢，它可以让我们改善眼睛视力，让眼睛得到更好的改善，以减低我们所患的眼睛问题。所以要眼睛健康，一定要记得补充甘米C。太好了了，我觉得甘米C真的是太多好处了哎啊！然后最重要还有这一个皮肤健康，我们最大的器官就是身体最大的外在器官就是皮肤了。那皮肤健康也是需要维生素 C。一个人拥有健康的皮肤是很有自信的，也是给人一个很好的健康形象，对吗？那如何要拥有健康的皮肤呢？就是要记得服用维生素 C 和锌，甘米C。因为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呢，维生素 C 呢是帮助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让我们的皮肤更健康。加上了锌，它可以帮助伤口愈合，减低肌肤问题。这个真的是一个真人真事的见证来的。我们看下一张图，这就是我妈妈，我妈妈的手。我妈妈是一个典型不吃蔬菜不吃水果的人，她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叫她妈，你吃这个菜多吃一点，那个菜多吃一点，她都说这个菜不适合我吃，那个菜我又不喜欢吃，这个水果她又说她吃了会咳嗽，这个又不可以吃得多。所以我妈妈告诉我，她是肉食动物来的。可是肉食动物结果是这样，为什么？你看他前三天他告诉我他的手忽然变到这样，又紫又红的，他又很痒哦。那我忽然间慌了一下，怎么妈妈的手变成这样了啊？但我过后镇定下来，我就给我妈妈喝了一包 LS 样，过后不久我再给我们的妈妈补充2粒的甘米C。像第二天早晨我再问他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他的皮肤没有这么痒了，对吗？然后这三天里面他同样这样子吃着这个东西，昨天我帮他拍照的时候呢，他的皮肤改善到这样，他说也没有整天都在痒了。其实如果皮肤痒的话是很痛苦的。你看我妈妈是因为她真的是缺少了这些营养素，因为她都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可是因为我妈妈以前呢，她都是要我给她吃产品她才吃啊，
如果遇到时间不对的时候，我出去了，他可能就在家里就没有吃产品了。那昨天晚上我在问他的时候呢，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反应，就是我妈妈告诉我，她自己刚才去吃了蓝藻粉末，哦，也吃了牛初乳。她说哦，这样不明不白的毛病，还好有爱康的产品啊，所以爱康产品真的是一级棒。哦，一定要记得，有任何问题都要选择爱康产品就没有错了。那我们还要看一看，咖咪信还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维生素 C 呢，它是可以提升消化功能，增加我们身体对营养的吸收。但加上了锌过后，它可以促进细胞的修复，协助成长和发育。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对话。你看，我们的维伽米 C 是帮助成长和发育嘛？对呀、啊，这样子，我跟一个马来顾客分享起伽米 C，他就告诉我，哦，滴答滴答，他说我的孩子哦，已经是超级肥胖了。对，他孩子真的是超级肥胖。他说我怕给他吃了这个伽米 C，他会继续肥胖。然后我心想，他肥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因为他每天都在吃肉，他都在吃着裸体产奶。可是因为不会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停止给我自己的孩子吃 Gummy C。你看我的孩子本来就长肉肉的，对吗？我呢就比较瘦啊，但孩子两个我是要他健康。那从7月吃 Gummy C 吃到现在这个10月份，吃了3个月，如果胖的话，哦，我的孩子已经胖起来了，对吗？可是我只看到他们是有长大，不是长胖，很重要，很重要是健康成长，哈，对，所以。吃维生素 C 呢，一定要选择很好，做个对的选择才是最重要。所以，咖咪 C 呢，其实就是我们家家户户每日必备。真的，我的 office 放了一罐咖咪 C，我家里也放着一罐咖咪 C，随时随地让家人都可以吃到。我们要看一看咖咪 C 这么好，也要看一看它的性质，对吗？它对肠胃特别温和。就曾经，如果我是胃痛的人，难怪以前他们都问我，你的维生素 C 吃了胃酸会怎样吗？又怎样吗？但是我告诉他，我从开始吃维生素 C 到现在，就算我空腹吃或者我吃饱过后吃，我都没有任何不舒服。加上现在这一个 Gummy C，其实什么时候吃对我身体来讲都没有造成任何的不适，绝对是对我们的肠胃温和，还有它也不含明胶成分。我明白了。为什么以前我都不喜欢吃软糖？咬着那些软糖，就好像是吃着一些咬不断的塑料，对吗？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它还在啊！所以爱康的 Gummy C 非常好，一咬就断，咬了几口吞下去就吃到营养了。最重要，它不含防腐剂，不含甜味剂，天然色料，天然色素，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也是很适合给素食者的朋友食用，对吗？也有清真任何穆斯林的朋友可以安全服用，所以它是适合我们每天使用。其实真的，咖咪 C 真的是非常安全，又非常有营养，又吃得非常有乐趣。所以记得一定要把咖咪 C 当做我们每天要带的东西，每个人都需要。说到咖咪 C 这么好，请问我们有什么保证吗？那？咖咪 C 呢是得到国际级品质的保证，咖咪 C 呢是在国际品质的工厂制造，爱咖呢势必要给大家带来最有品质的咖咪 C。我们得到什么认证呢？我们得到 NSF，我们也得到 BROS、ISO 还有 HACCP 的认证，还有一个就是哈拉，所以我们的产品绝对有最高品质的保证。您可以安安心心的服用，一定要让咖咪 C 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的凉拌。对，我真的把它当做是健康凉拌。吃了咖咪 C，你就尽享维生素 C 和锌的协同效益。记住哦，这两个营养素呢是一起发挥功效，才达到最好的效果。一起哦，不是一天吃一个，一天又吃一个，所以它必须要同步吃。也像吃糖果般的使用的保健品，实在是太方便了。吃着糖果又得到保健，也很容易使用，对吗？随时随地方便使用。以前我驾车的话呢，我是从来不会带糖果在车上的。为了提神作用嘛，其实我也没带糖果的。这样子，现在呢，我都
如果开车出门，我都会带着 Gummy C。如果觉得有需要提神的时候呢，就咬一粒，非常好，真的，随时随地可以使用。最重要，它的味道很可口哦。我的孩子就说很好吃。我女儿说呢，如果她温习功课温习到觉得打瞌睡的时候，她就跟我讨一粒 Gummy C， 吃了过后，她会觉得精神饱满，就不打瞌睡了。所以因为味道太美味了，所以啊，一定要让 Gummy C 成为我们的健康凉拌。说的这么好，那应该怎样吃法呢？儿童五岁以上呢，我们建议他吃一天一粒到两粒的软糖，最多四颗。我儿子就很可爱咯，他说妈咪，你说给我吃一粒到两粒，连楼下有写这四颗。成人呢，每天吃二到四颗的软糖。所以这个 Gummy C， 如果我们家里有小孩，我们要收好，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快就剩下空瓶了。剩下空瓶。其实我们都懂，我们爱康呢还有一样 Ecstasy 500 Plus， 对吗？一路来都吃着 Ecstasy 500， 两个东西看似一样，可是其实有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Ecstasy 500 Plus 呢，它的维生素含量是比较高，所以它是建议给维生素需求量比较大的人使用，比如成年人或者是压力大的上班族，还有如果您是吸烟者，又或者您是吸二手烟的人，你也必须要补充这个 Ecstasy 500 Plus。 再加上如果您是患有急性以及慢性及健康问题者呢，也是鼓励你服用 Ecstasy 500 Plus， 因为它可以让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身体的健康。那这瓶可爱的 Gummy C 又给谁呢？它比较建议给从小就开始保持健康的人，比如小孩啦、少年啊，那又可以是给我们这些健康啊、半健康的人服用。其实保健是不管生病啊还是什么，我们常常都要维持着哦，别等到生病了才去吃产品。就以比如以前我这样不健康，那如果您体会过这样不健康的生活过后呢，你会很珍惜现在得来不易的健康，真的别等到生病才去保健。如果您健康，就继续保持下去，配合我们的产品。对，健康是唯一。有钱都买不到。还有呢，比如一些人他患上贫血的啦，或者皮肤病的，他也一样可以补充这个锌。就好像我妈妈真的是非常好的见证，真的哦，我看到都很感动，对吗？爱康每一个产品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就是给家人带来了健康。如果我们想要同时得到 Ecstasy 和 Gummy C 的好处，那成人呢就可以服用一到两粒的 Ecstasy 500 Plus 加二到四粒的 Gummy C， 这样你就可以同时享有 Ecstasy 和 Gummy C 的营养。我也是这样子吃的，觉出健康的人生。其实如果每天吃 Gummy C， 我们会觉得很有乐趣，真的要非常珍惜爱康公司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软糖，这么好的 Gummy C。其实呢，真的啊，这是唯一一个产品，不用我说，来吃蓝藻，吃这个吃那个，他们真的会告诉我，妈咪，我今天忘记吃 Gummy C， 上课以前他也会记得 Gummy C 吃一下去，除非是时间上来不及。那这么美味可口的 Gummy C， 真的要珍惜，也要把它推广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健康，然后又可以让他们吃得很有乐趣。我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几个月来这么轻松，因为我真的孩子的健康改善本来以前都不错嘛，现在是更是好上加好。所以记得 Gummy C 绝对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所有人，加上我们配合其他产品，真的很有魅力。我很喜欢这一个产品，没有几乎你如果和个人分享的话，那我的顾客都会买回家。真的，你说起 Gummy C 是维生素 C 加锌的话，他们真的是买回家的，不是开玩笑的。我的顾客，我分享一点见证，就是我的顾客呢，他们买了过后呢，如果他买一瓶试吃的，那过后他一定会来跟我买，请问你有什么配套？那天那个爸爸他就买了11+3的回去给他孩子他们，
然后呢，我的朋友他们，他来买其他产品的时候呢，他一定，当我有跟他提起的话，他一定会多买 Gummy C 回家。我告诉他，我们什么人都可以吃，真的是很方便哦。最重要是孩子也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啊，因为现在非常外面世界真的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免疫系统，来照顾好自己，才可以照顾家人。健康是唯一，活着才是胜利哦。要谢谢爱康，我们才有这么健康。所以我今晚的分享可以帮，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哦。就这样子，我们以后再见，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好的，谢谢金华这个这么棒的分享哦。他有说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Gummy C 哦，爱康产品都喜欢，可是就是特别喜欢 Gummy C。嗯，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用，轻松实用，无需用水服用，真的是非常方便。这个 Gummy C 什么都好，唯一一个不好就是什么？太好吃了啊，对不对？所以呢，一秒就吃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只吃一粒 Gummy C 啦。当我们要同时吃很多粒的时候呢，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不要一次过吃，因为通常我们吃爱康的产品都是可能几粒几粒放在一起吃的嘛。那么我们就不要放在一起吃，因为你放在一起吃，你一咬的话，你一秒就没有了，你就先吃一粒，再吃第二粒，这样子哦，以此类推，那你就可以更长时间吃到这个很好吃的又营养的这个 Gummy C。 来，掌声再谢谢我们的这个讲师，谢谢。好，也谢谢大家留守到最后，这个会议进行的这么顺利呢，当然也要特别特别谢谢我们的幕后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要给他们一些爱的鼓励，谢谢，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的这个课题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就在下不是下个这一个来临的星期日下午2点我们再见。谢谢大家，晚安，好好照顾自己哦。